拢是老一辈教的啊。看水色，啊，你风车开有够无？总氧有够，鱼也得100%，无问题。哎，今麦咧用的这台是啥物件？水质监测器，伊的作用就是用观察水内底的溶氧、温度。啊，那咱固定时间甲清洗，伊的数据就都准的啊。对阮饲鱼用这个水质的嘛，足方便的。那一天要巡四五遍啦。啊，你敢开伫桥倒摆巡，过了这个时间，就占住大部分的啊。夏天热到要死。咱坐伫遮，就用两看手机啊。你若看这水质监测器 App， 你即摆到你有情报，阮区内若故障，阮就用急救啊。有加做新工的，我免逐区安尼做，啊嘛省电钱啊。政府这边推动，然后业者来找我们，然后我们才知道说，有这个物件，真正真的不错，真正好用的。以往在水产养殖啊，它主要有两个成本是最高，第一个就是饲料，那再来就是电费。那所以说，我们就尝试把这样物联网的构想导入到水产养殖这一块，养殖渔户很方便，用手机就可以很快知道它水质的变化。那需要的时候就把水车打开，它不需要的时候就把它关掉。那这样子相对它可以省力，也可以节省一些电。一个老年人，他可能一天就是几分地而已。那无人机呢，十分钟多一点点，就可以把一公顷喷完。农药的喷洒的喷头都是经过了精准的计算，它在喷洒的过程里面呢，完全可以自动化，免除了人力去背负或者是不均匀的这样的喷洒，所以同步的达到了这一个农药减半，也达到了人员不需要在底下曝晒吸入的这个风险。因此，我们把这些老农的或是专家的他们的经验，共同来化成无人机该怎么样去执行，其实对于这些农夫们呢，也是一种成就感。嘉义最特殊的地方是因为气候跟纬度的合适，所以很适合做农业发展。所以未来农业越来越是所谓的智慧农业。所以我对嘉义县的农业，我认为是第一个，一定要扶植青壮农；第二个，新一代的农民不能只靠经验。一定要把所谓的现代的科技的大数据，要把云端、把区块链、把所谓的网络的行销，全部都要带进来。智慧科技的，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政府也好，或者在产业也好，如果没有政府带动，那我想这个整个速度就晚非常久，而且可能会让民间投入的意愿会降低。所以谢谢经济部工业局。现在都走科技的啊，走智慧啊，咱先做少年的看，少年再返乡回来，从农从渔这样子。